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全军出。音乐声音太小了。这一波帮他抢线都不是很有优势的，他抢线很慢，感觉他自己是玩周瑜的，为什么他不选个木子来玩？这一波这个河道之灵就别想了吧。去帮黄忠加钱了，挡一下子弹，免得有意外啊。我们把鞋子再做一下，现在他们去恶心那个了，看一下怎么搞啊。这里的话就算我轰到了感觉也哎可以，这一波有机会的。开始撤退，好像要死了，我好像又没死，还行。打得有点墨迹，给拉开了，那算了，拿人头可以了，可以走了。还是要做抵抗鞋，因为他们那个流塞还是比较能控的，一般不做抵抗鞋控的醒不来。我们这一波就去先占一下视野，免得刚才过来两箭把这个龙给打了，保一下状态就可以了。没有人过来啊，那我们继续卡，他没有冷却。好，那个墨子是直接被两箭打死了，这个近在拿蓝。那这一波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了，就帮忙这个打野加钱吧，是吧？你跟那个人站在一起没有用，加钱。好兄弟交闪了，然后再去下路加钱了。我现在有大招，然后那个法师不知道在哪呀。法师回中路了，想一下，进肯定往上路走了嘛，他蓝开他这个时候肯定顺着刷了，顺着刷应该在上路，给了我两下，能泡到吗？这波我可能要走了，炸一下，哎，摸了一下把他摸死了。这边要救一下我的好兄弟啊，继续去下路加钱了。这黄忠前面没什么伤害的，好吧，我们这波凤鸣指环做出来了吧，帮他打钱就可以了。可以压塔吧。给他压力。稍微挡一下。炸了两下，我只能到这儿了，好吧，四个人下来了。我再折腾，我怕自己死。那下路这个兵线我的队友要守一下，我一个人，哎，我一个人其实也可以守。主要是刘禅拆塔的贼快，有点害怕了。可以，吕布这波哦还行，他赚的，他让那个少吃了两个兵。那这一把我们好像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做那个冰心吧，是不是？我们可能要做步枪绕会好一点。我们加大了，啊，加大的时候我往这边站一下，
对吧？不然别人又一坨冲过来了。上一波如果是有干将过来的话，应该这个黄忠还好活了下来，但没办法，四个人冲下来还没闪现，那肯定必死了。那这一波我们就把不祥之兆给做出来，没必要冰心啊。在旁边站着，没必要都漏，先续个气。被塔了，清线还是太快了，开始撤退，要去接一下刘备了。往我这边靠，兄弟，没事。啊，兄弟，抱歉了，实在是一下蒸发太快了，没看清楚啊。先看的都是一些刮痧伤害，突然伤害起来了，兄弟救不了了，炸一下吧。哎，救下来了，还行。你要不走吧？好恐怖啊！我怕，我害怕呀！被别人抢了，那我撤了，我撤了，没有需要我加钱的地方了，我走了。我已经为队友提供了417块钱，好吧，417块钱是多少？两个人头。啊，不祥之兆一住，那个干将扎我的时候，自己移速也减了，我比较好炸到他。继续续着，继续续着，继续续着，好吧，我们这一技能只要是你无限满炸的话，它就无限有。去帮忙带上路了。这兄弟这个位置好像要无了吧，救不下来，稍微乱了一点。冷静，我们现在他这个就挺危险的，这样子要被扎的。蓝 buff， 那不用管这边了，管那边去，捡不到。现在都不敢带线了，怎么搞啊？我们再补一手那个救赎吧，好吧，看他这个样子还是容易被切。啊，这边打得挺激烈的，那我们去带线了。这边拉扯的好难受啊。这炸两下，他两炮下来，肯定别人就无了。哎，不是兄弟，我真的反应不过来呀，瞬杀时刻。开始撤退。开始撤退。瞬杀时刻，有时候开早了别人打不死，开晚了人队友没了。这个太乙玩这个大招心理压力还是贼大，我还老老实实帮别人炸钱会好一点。
想推中路塔好像墨迹太久了，现在我们这也有推的资本，是不是？墨只能耗，可以拿暴君族来了。我们把这个救赎做一下，还是要保住黄忠，黄忠能把炮给架好就行了。这边打起来了，那这一波如果我觉得是好打的，因为静怡已经把大招给开了，好吧，静怡已经把大招给开了，人都在七，你先舔到他吧，炸了他一下，复活，感觉只复活了自己。玩着打吧，应该杀不了吧，算了吧，要不开始撤退，算了算了，推线啊，复活自己是心里有谱的呀，复活别人你就得慌。有红 buff 不想让马可拿，哪里办法给个盾，好，是我们的，那就没问题。十秒钟有那个，先把吉影做了吧，要不还是先做魔女，感觉吉影有没有吉影无所谓，这个哥们攻速自己起来了，留了，然后就我又不太敢黏着这个干将炸，因为黏着他炸呢太贴身了，他那个几剑都打得满额伤害，我再出魔女我黏着他炸，哇这么猛，好拆，开始撤退，继续压中了，中路线已经控过去了，没轰到，哇这个黄忠是会玩的，他每次开大都开得挺自信的，都是那种边缘位置打塔的，好吧，这人是会玩的，你像我都不记得几个能开的位置，好，顶一手盾，那现在有黄忠就慢慢推进了，只要保住黄忠，让他架炮架起来就好了。看这个墨子也是站在那个旁边的，他要去拿红了，我们跟着就好了啊。哎呦我，哎我脚好痛。看已经为队友加了多少钱了呀？为队友加了1000了，1000经济了。下路，稍微等我一下。哎，哎，脚，哎呀！哇！开始撤退。哇，脚扳弯了。脚扭了，我可以一直炸他。开始撤退。哦，别别别！哎，没蓝了。
时撤退。对，我的。连环事故三，炸死他！这现在二技能舔不到队友，完了，刘备好像倒了。站在他旁边，开始撤退。我现在对他寸步不离。开始撤退。那看来还是要主宰暴君啊！集合，进攻暴君。还有什么保命装啊？要仇恨了。集合，进攻主宰。又跳聘了，老弟。放心，我的大招只给你啊！开始撤退。是啊，他又不死，哎，这个大事真的难丢啊，兄弟们。有点怕卡了呀，这有点跳聘。等着等着，兄弟们，我不在，我不在。开始撤退。完了。开始撤退。看来还是要打风暴龙王。做人呢，最重要的是开心。快点把献一心去占个视野了。这离谱了。风暴龙王降临，决战开始。把他赶一下，应该崩死了。给他一个盾，点到了，我可以一直炸他，可以把他大爷逼出来了。
炸一下，炸一下。那这样的话，他们炸了呀。他没大的，是不是？没大不随便打，是吧？那个马可没大，他只能看着玩了呀。他们还掉两个，就只能看着我们玩了，好吧？谢谢我喝奶了呀，谢谢你的告白灯牌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是我英俊奶，谢谢你的高能预警，感谢。刚刚掉了波点就直接没了，他们就没人守了。皇家认证，特级面积。